大件分贵分，请问大将向家收起来，产业要分要自己要奉献哦。你们分两位，哈哈哈！这个看，他的父亲就把产业怎样分给了他们啊？这怎么这个讨回来？呃，过了不多几日，一捉紧的啦吼，捉紧的宽宽的准备造啊，你在哈？宽宽的也准备啊。来，你去看，过了不多几日，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，往哪里去了？ 远方，把那个远方画一个圆圈哦，你老你老啊、呃，周伯哈啊，你改画一个圆圈，他就往哪里去了？远方去，伊就为远远的所在去咯。伊一直想要脱离伊个老爸，伊一直要离开伊个老爸，伊决心要过独立的生活，伊要追求伊家己本身的价值，追求伊家己的意义，追求伊家己人生的未来。伊一直的找伊真爱。 为远的所在去，甲伊老爸完全断绝关系，互伊老爸找袂着伊，互伊真正甲伊个老爸迄个听完全隔离，伊所以他往远方去了。即、這个人伊毋捌去管理财产，你财产等互伊伊绝对会开大，伊绝对会开大。啊、哦，我真无我一个朋友，伊有一个查囝，呃，伊甲因老爸讲爸，你一年只要给我两万五千块美金，我就可以过活了。 因老爸吼、哦，甲伊讲：“你不可以，伊讲没有，我要开始管理自己，我一个月只要发两千块美金就可以了。因老爸甲讲袂使哩，伊还在读大学。啊，迄、那个查某囡仔一直吵，吵讲，伊讲两千五百块会使安尼啦吼，啊，两万五千块著能过一年安尼。因老爸讲我试看看，你知影吼？结果安那，你敢知影？钱甲汇入伊嘅口子，三个月了后，填个卡来讲，一个月发八千块，你知影？吼？一个月开二十四万，三个月就开了啊！甲因爸讲爸，我就花光了，你知吼？ 你爸讲：“我只给你一年，你三个月发光，你自己负责，你知道？啊、一直一直瞎费，敢老爸求啦？爸，你要赦免我啦？我真的不会理财啦！吼，呃，那两万五是最后一次了，现在求你一个月哦，给我两千五就好了，现在吼，啊，都一直求啊，求到尾啊，迄个兄弟敲来个问我讲无事敢爱互伊，兄弟姊妹爱互伊无？嘛是佫互伊，就疼囝嘛，嘛是佫安怎，钱佫赚互伊，吼，啊就赚伊两千五百块赚好，你今仔开几工？两礼拜就结束啊？ 两个礼拜就结束了，一个人哪敢若活的家底内的？伊从来毋捌经营毋捌管理，伊从来毋捌去看到迄个钱歹趁。吼，你知？迄真嘛？我最近在体验钱有够歹趁的吼，钱真正足歹趁的吼，呃，钱真歹趁，伊的开钱会真紧的。 我最近看台北的中年青，啊，我看电视，走入去拢是甚物人？走入去买物件，一、一缸哦，敢若两缸化妆品卖三亿，拢甚物人去买，拢揣看无着，我即款的人，汝知影吼？看无着这款五六十岁，的拢看到几岁？二十外岁，你哈？去开钱拢毋惊，拢开几万块钱，老爸老母的钱，你哈？入去就是安尼，啊，千物万别安尼啦吼。迄即买，一个人，伊若脱离了老爸。 伊若一直欲甲伊个老爸隔离关系，伊意思耶稣嘅意思就讲，你若甲天别隔离关系，你那追求家己诶意义，追求家己诶价值，追求家己诶生命诶未来，你著会堕落。所以这人有堕落无？在那里怎样任意放荡、浪费什么资产？一直将所有嘅钱拢浪费掉，浪费所有的钱财。你看赵希展，赵希展来，既耗尽了一切所有的，又遇到那个地方大饥荒，就穷苦起来。 当伊真送香的时，当伊真送香的时，伊开始去投靠迄个所在，一个人，迄、那个、人叫伊去参与，去支持。伫即个所在，互我一个真深的经验，人绝对无法度脱离老爸。老爸听，真正是同化关心。我最近毋知甲物，么你讲啊、呃？我伫小组的时阵，啊、呃，我会记咧，我伫小组时你讲起。 真济人当老爸活伫第时，拢毋知老爸对伊会疼；当老爸死下后，才知老爸老母对伊会疼；啊，当知老爸老母对伊会疼时，我头一看开时，老爸老母拢伫对。若毋是在富贵难山。啊，无对，已经是教袂公望你啦吼。啊，真正吼、哦，真正吼、哦。当我啊二十岁时，我真正毋知我老爸对我会疼。 等我去做我做老爸，等我回想我老爸对我爱听的是，我老爸已经死三十多人啊，已经死三十几天。我的老爸伫我二十岁时候，伊就十九岁就过身去。啊，所以当我知影我要倒来听我老爸时，回想着我甲老爸的关系的时，已经来不及。甚现在描写讲，即、这个人伊甲老爸脱离关系，到远方的地方去，伊去追求家己个生命啊，追求家己个意义，追求家己个价值，所得到是啥物？ 浪费所有一切的生命，浪费所有一切的资产，浪费家己所有的一切，只个人那里亏天悲，人一无所有，一无所能，一无所有。今那些我嘛一直做这个团道人，我干嘛一直想，这是一个教会，这不是我的，这是神的。我听安尼讲，都是问题，这毋是思想。有真嘅团道人会看，这个教会说伊的。 伊会家己带即个教会行，毋是我告天父，甲天父无关系。我看即一牧书讲，你讲这是我的教会，这是我的教会。真济人无咧讲，这是天父，即是耶稣所起示的教会，这是爱的教会。真济人咧讲，这是，这是我的教会。你好，真济人著是无法度规依上帝面头前咧，追求上帝的旨意。真济牧师，真济传道，伊个为虽然讲这个教会是耶稣的，总是伊个想讲即个教会是耶稣教托伊个。 一转慢慢离开耶稣，离开天父，宣告讲这个教会是什样嘅？伊会，我做一个团队人，我有这款嘅毛病。所以，你最近我有一个感受，就是一个吴婷牧师来，伊咧讲起啊，伊金钱献十分钟，毋是讲献十分钟，伊献上天父爱伊献诶。啊，一个基督徒嘛毋是一讲祈祷一点钟，一讲爱祈祷几点钟，十分钟来祈祷，啊，毋是十分钟来祈祷，都、就是咱嘅生命每节时刻，拢爱奉献到上帝。 对时阵开始，我逐工都用足侪时间甲天平相佮做伙，我则发现讲啊，我是含即个世界共款。我真可能即个教会，我逐礼拜就爱讲多，总是是你讲，我家己本身爱讲得多，毋是天平爱我讲得多。真可能我嘛是有可能将即个教会带到我家己爱爱行的方向，毋是上着要我行的方向。直到最近我嘛一直想讲，我的心灵真正行到尽头，我的困境行到尽头，所以我。 伫准备这道理诶时，我时常跪伫煮诶面头前主公主，甲主讲煮话，叫你赦免我，求主你赦免我。那你想卖，我相信有这项事，伫你生命诶中间，咱一定有惊甲心灵诶尽头，咱一定有惊甲物质诶尽头。你可想看觅咧？当你信靠耶稣，当你信靠耶稣，主耶稣所合理诶有够嘅稳定，有够嘅祝福。总是咱摕到这稳定甲祝福了后，咱着远离了神。有真正来甲教位祈祷。 祈祷了後的的了后，伊也病即个义，地。祈祷了了后，原来是祝福，总是摕即个稳定，摕到这异地，摕到祝福，摕到,到套房了。他远离了神，真可能就是有一天，伊个更加尽头的时，伊才去倒腾来来吹嘴耶稣，再去啊、呃，有一个兄弟来吹我。啊，我看到迄个兄弟时，我惊一个，呃，讲话声调啊，甲面相，拢足成李素全，你知影吼？ 啊，啊个一个姓李，我想，哎、欸，你是呃李树全嘛？李你李树全，我八礼拜来在教会做见证，啊，嘛嘛伫美国跟我相个见面啊，所以，哎，感觉诶，感情啊个袂坏。啊，总是呢，伊讲毋是，因为姓李，哎，伊做伊经，伊做医生啊，吼，啊，我一直甲伊讲吼，他离开主已经从大学之后就没有再上教会，啊，最近非常的孤单啊。 身体又遇到疾病，他发现到他没有回到主的面前不行。那你起码有经济让的惊噶，人生个尽头的时候，一下开始有一个顿悟。你看这个人，这个人，这个细汉囝，一将三分之一的财产给浪费掉，浪费在不应该浪费的所在，然后一耗尽了一切所有的，又遇到那个地方怎样，地方就穷苦起来，于是去投靠那地方的一个人，那个人叫他去田里怎样放猪。 犹太,太人诶一个观念，忘掉猪比忘掉记女罪加四倍，所以因今晚去忘记女嘛，无爱度，唔喺唔喺去忘 D 你知影，我毋是鼓励遮兄弟去忘记录，你知嗬？啊，是忘记女甲忘 D 诶罪无共款，忘 D 著是足重诶罪啦，真大误会甲垃圾。所以呢，即、這个人去饲猪诶时阵，伊感觉伊全身躯诶误会。啊，所以你甲看，你倒当看，查来十来所在，你看查来十。 他恨不得拿猪手吃的豆荚充饥，也没有人给他。他醒悟过来，兄弟姐妹，这个人有阵看起，就是醒悟过来，有真侪失败的人就是毋捌醒悟过来，你知影吼？有真侪走到人生尽头的人就是从来没有醒悟过来。这个人有一个好处，这个世界有一个好处，你看人生的尽头是他醒悟过来，一醒悟过来，要冲啥？伊讲啥？来，你咱读十七册，读看过来。 一共，我的父亲有多少的故宫口粮有余？我倒在这里要怎样饿死吗？来一个括号来，我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，向他说：“父亲啊，我得罪了天，又得罪了你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哈，我得罪了天，又得罪了你。从今以后，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，把我当一个故宫我崩他家的户。一共哦，一别等于因老辈一千五 动作也够刚，伊毋是要做伊个囝，伊老崩上家都好。这个孩子伊顿悟了，伊马上行动，晓得嘛？这个所在，我是毋忙，你永远爱记。当你有一个悔改，你马上爱起来行去做。先跟你讲的是什物 h e r e and now，就是即个时阵，此时此刻，当我顿悟的时，我需要去做出来，我需要去活出来。即、這个世界，安尼伫顿悟了，后，伊随时安怎。 伊随时个挖出来，你看你讲看，你看就这一个所在。于是，你看哦，伊咱腾咱腾看，来，于是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。乡里还远，他父亲看见就动了什么慈心，跑去抱着他的景象，人人与他亲嘴。这个老伯达刚当的五忙，这个龙子回头，这龙子伫外口，伊真可怜，浪费收为财产，伊真可怜，甲穷居当居。 伊真可能会吸毒，伊真可能真败坏。总是即个老爸，即、這个老爸，你讲话乡里还远，他的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，跑去。你怎讲叫跑去？甲用怎一个话？迄、那个跑去，伊原们的意思是讲，伊在问的意思是讲，伊、那個、用走诶。迄、那个老爸，用赛跑的速度怎跑去外口？看到伊的诶时，动了慈心，就用赛跑的速度走去哦、喔。毋是迄个惊走来，是迄、那个老爸安怎。 走去了，迄个老爸走去，安那跑去，然后抱着他的颈项，连连与他亲嘴。哦，安尼怎嘛？我读到这下是啊，我家己甲主公主，我是一个龙子。我拜托你若看着观。若来天龙，你看着我也是拜托你，就我走出来切。就我讲，冒者摸者无，我真是足无安全感，你知影？做事你去想看，咪知影？伫即个世间，咱有一个龙主倒等下，咱甲家讲安 你等下要错啊！你死在外号就好啊，干唔是？啊，你开了了，你等下，对唔？啊，同事叫你卖退，你就要退，是不是？另外等下上好啦，这个家庭啊无需要你啦，马上把它怎样？拒绝掉！马上把它拒绝掉！天白心唔是安尼，天白心也听是何等的残酷高深，天白哀听一心。 是用着慈爱的手，永远牵着你。你人哋都会识别，会心的去对家你三个同作。你没有办法到远方，因为伊永远拢家你三个同作，伊疼你，他爱你。哈、啊，你心话，我就毋忙。伫咱中间，无论过去你的生活是虾物，我拢真唔忙。你下堂倒阵来，个上帝面头前。我会记得我的兄哥，我的二哥。因為我二十岁，啊，阮我分分家。 啊，阮过家己的生活，过了三十年了后，啊，我兄、我二兄将财产浪费伫世间、工作簿，有一讲我阿嫂甲我讲，伊伫外口嘛，佮饲一个，我阿嫂甲伊问讲，你来饲一个，伊讲伊捌饲过，互饲一个敢袂使？<laughs> 我阿嫂，我阿嫂甲伊讲，你来安尼。 伊讲伊拢毋捌伫外口，伊也算袂歹。伊讲伊讲四十外岁，咱想讲伊也算袂歹，真标准的查甫人安尼，因为伫伊朋友，伊的朋友中间真济人伫外口有女朋友，啊，所以伊感觉伊会通去做即个工作。总是啊，所以就祈祷，我诶妈妈一直替伊祈祷。可有一工伊则忽然间，伊诶负债赢过伊诶资产，伊感觉伊有危机。 一工伊要倒当来甲天父面头前，我爱老母甲伊讲：啊，二老，你载我来教会，尼敬拜上帝，唔盲耶稣下命你。我兄哥真正载我爱老母去甲教会，当我的老母行入去教会，我兄哥伫门口哭，行未入去，家伫遐哭，伫遐咧招待一个张路，一个过张路，甲来看伊安尼哭，甲伊讲二老，你是咧哭啥？伊讲伫遐哭，哭甲讲伊毋敢入来，伊讲耶稣咱的天父毋当接纳伊袂。